哦，我刚刚抱的是哪一只哦？奇异果果小时候都长得很像。这一只真的你，哎、欸，你这样跳不累哦？嗨。所以哥哥要等你养一段时间之后才要带走。过年后。哦。过年后这里就要只剩一只。就那一只吗？嗯。他很幸福啊，留在这里。你养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较乖呢。你说最小的那一只？对啊，我说你挑的时候。是因为他最小的，他从出生以来。他真的很想要人抱哎，他整个就是不断的在跳跃。干嘛？干嘛？他等下闻一闻就在你脚上尿尿。干嘛？不会了，应该还不至于。干嘛？你这怎么这么爱他？他真的好，好亲你。因为他小只啊。真的。两个月后我可能没办法这样抱你。我今天跟妈妈讨论过宠物，她要跟我讲一句：“你严禁在家里给我养宠物。”叫小公主，小公主要女生，对啊，然后就很调皮。拍照，我直接用录的。太可爱了。真的很好奇耶。干什么啦？嗯。你们直接坐没关系啊，我已经空出来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坐着 man cake， 因为这样看着他这样跳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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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好玩。我们家里还有面线吗？有。等一下可以用麻油麻油面线。有，等一下办完事。吃那个吃一吃热的东西，要不然台北听说很湿的，台北很可怕。没错，我们今天下来的时候跟这里温度真的还是差，还是有点差，对不对？差不了多，真的。哎，台北雨下不停。嗯，真的。阿姨。哎呦，他不喜欢相机。谁？妈妈。哦，妈妈吗？谁？我给你湿纸巾好不好？当然都走开了。嗯，他有看你镜头哎。那就一直对相机叫啊。是没有看过相机。应该吧。我刚刚啪第一下之后，他就开始叫了。应该是不熟悉。对对对对。他们干什么？就是你尿的。常常因那个就是你尿的，然后你抬头就是你尿。对。是吗？对，全部都在打架。就很热闹。然后就会被他们吵起来，好可爱。然后之前半夜很吵，他们会就是在靠腰，就是肚子饿了，这样我要喂他们吃掉了。会一直那种吵，很可爱。他对那个相机真的，对啊，相机真的很敏感的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？很有意见。他只是年纪比较高了一点，他跟他熟了就不会。对啊。你把小公主在里面干哦？你把小王子在里面干嘛？干嘛啦？他对相机好有敌意，他只是相机。对啊。你可能进门第一下飘的时候吓到他。他很敏感。你跟我躲着不就？嗯。对啊，脚的颜色跟它毛色不太一样。嗯，脚的颜色就是这只白色的。你要干什么呢，大哥？你有发现吗？嗯。嗨，怎样？怎样？你要我抱？你是想要叫？他想亲亲你。怕相机，所以上来那个。嗯。上来避难的吗？不要担心相机乖。不。他喜欢你，他一直对你甜。感觉得出来。嗯，哎、欸，你们坐啊，没关系啊。其实今天真的是坐很久。哈，我还是想来拍张照，他会不会又继续叫？拍张照。我现在在录。哎、欸，不叫了。他不叫了。叫，快点！因为他现在有安全感吧？有人抱着他呢。应该 是。你抱着他，他就很有安全感。对、嗯，叫。他完全就是。还是他怕高？狗会怕高？哇，这有。他不会吗？他还好，我不怕啊。认真。哦。人家要再举高一点。你。哦，这样会不会怕？哦，不会。哦，他的牙齿有一点力。对，因为他们这个胖哥哥开始在磨牙了嘛。没错，他是胖哥哥。哦，有没有很重的那个？胖叔叔。你要好好记得，我下次我回来的时候你不能叫我。哇，
你要发现它，下次你才会有零食吃。你知道我昨天去人家，我被那三只贵宾狗的时候叫到，我没有提过，你知道？叫到阿姨拿那个。你两只是最白的一只，就是你啦。怎么这样就拉？它不会痛啊？对，它很软，它很嫩 Q。嗯，去吧。你们觉得它有没有像那个卫生纸里面的那个宠物狗狗？有。其实我觉得都很像，因为它们四只长超像。然后这只特别白，然后这只最重，这只就阿布伊。嗯。它应该是会抢食物的那一种。是。才有办法吃成这样。是。就算它们不吃，它也去吃。对啊，通常是这样才会长这么。来，过来欺负哥哥，快点！欺负哥哥，没有人想理他。再叠一只。不行，他的脊椎很受不了。他们的脊椎很软，很嫩 Q。嗯。这样超可爱的。对啊。就脸超呆的，那他又咬我。所以这只是阿布伊。阿胖，阿布伊，阿布伊，阿布伊是这个。阿布伊，对。就离远一点，因为太热。对。他那时候怀孕的时候体温超高。可是像你们这种地板，对他来讲应该是舒服的吧？就冰冰的。对，那时候是。对啊。那时候就是只要一靠近他，他就觉得很热。你自己生的，知道吗？都是你的。自己要。那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给医生看，是怀疑说，哎、欸，他有就是征兆，然后后来就用那个超音波给他用一下，哦，照一下，哦，不得了哦，医生说，哦，五只四只以上，我说我靠，这么小一只塞得了？对，然后医生就说，哦，他就是那个你们家的，因为他知道猴 baby， 他说，嗯，那就是你们家的那个种狗很厉害，基因很强。然后就哦，可是你们真的这么多狗，就确定是猴 baby 那一只？因为就只有他跟他相处啊，都在这个房间发生的，所以就没有在你们两个出去默默四下无人的时候。对呀、啊。你怎么可以这么酷才看得到？要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我们会回花莲。我们带你去见女儿。还有一只会去哪里？剩一只吗？我妈那里。哦。我妈也。那也还好，他还是看得到啊。如果你回去的话，带他起码看得到三只。没有啊，因为我妈的同事我也不认识他，主管吧。妈妈的同事，我以为你妈妈有。啊，我妈那时候就很开心，哎 ，B B 怀孕了啊，然后就跟我育有两只，然后听说其中一个哦，好像是主管吧，他就是还没生都还没看到，他就买好狗窝、衣服，他要吃的，他要补的，就是都还没有看到。觉得小孩很幸福了，的确有当少爷，真的，就觉得无比的幸福。你要掉啊，小公主，他斜着走回来，你有发现是哪招啊？他是沿着边，在互相咬。哇，他们打起来不得了，很吵，吵到你想揍他们。可我觉得有伴啊，就是因为有伴，太有伴了，四只哎、欸。起来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全部都在打架。那个洞洞，有点像兔子。他完全不理你。对啊，他们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小孩子。可是他这样掉下去，因为够深。对，可是他这样跳下去的话，他就会吓到。对，会吓到，那就让他吓到啊，让他做错事。那只我跟你讲哪一只？就他是大公主。我看你是小公主，他说对你没鸡鸡，就这只。这只超聪明，它跳一次之后，我怎么用它就是会跳出来。嗯，就是我转个身，然后就嘣隆，它就跑出来，就很聪明，很聪明。然后其他三只看它看跳那么多次都没有反应。嗯。好皮哦。他们那时候再小一点，不太会走，觉得很可爱。就是走路会跌倒的那种。对，刚起。拖把。那你就要拍一下。有。很有反应。有，刚刚有。没反应。没了。稍微习惯。他已经完全沉醉。稍微习惯了。
如果你没有看到他耳朵，根本就是拖把。来呗，来进去喽，进去喽，马上往回，只有两只过来而已。